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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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学员，各位朋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第十八愿，在四十八愿当中，是属于根本愿。简称本愿，也可说是愿王，所以也称为本愿王。第十八愿是净土宗的根源、本体、生命。如果没有第十八愿，也可说呢，就没有净土宗的教理，没有净土法门，没有净土宗，也没有成正觉的阿弥陀佛，也没有极乐世界。可说第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的生命，是极乐世界的本体，也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法身慧命的解脱。第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本怀，刚刚讲出自他的内心所流露的，也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的本怀。本怀就是他出现在这世间的目的，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世间的目的是为了宣说阿弥陀佛救度十方众生的第十八愿。净土法门来自于净土三经，净土三经来自于四十八大愿，是八大愿来自于根本愿，就第十八愿。所以第十八愿涵盖是八愿，涵盖净土三经，是净土教理、净土宗的本体体啊，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怀。因为佛出世间，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就是为了使众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了解人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轮回是冤枉的，是由于烦恼业障的蒙蔽，应该解脱这个轮回，应该回归佛性的故乡。那么如何解脱这个轮回，如何回归佛性涅槃的家乡，这唯有净土法门，唯有第十八愿。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能够使十方众生都离苦得乐的，就在第十八愿。从这一点来讲，第十八愿是释迦牟尼佛出现
人间所要讲的目的，同时也是十方诸佛的本怀。因为佛法道通，佛出现世间无非要让众生离苦得乐，离生死轮回之苦，得涅槃不生不灭之乐。第十八愿也是我们的本怀，也是我们的十方众生的救主。我们不是为了学佛而学佛，为了出家而出家，或为了修行而修行，都不是，都是为了解脱我们的生死轮回，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获得涅槃，进入不生不灭。那么这唯有依靠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所以第十八愿也是我们众生的本怀，是我们众生的救主。没有第十八愿，我们获救无门，我们解脱无望。我们即使学佛也只不过是结一个缘，没有弥陀的救度的话，我们下辈子依然在六道里面轮回。那么生生世世都能够生而为人，生生世世都能够遇到佛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既然今生今世或者人生闻到佛法，就要把握今生今世依靠佛法来解脱，来获救，来成佛。所以我们学佛都有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今生今世要脱离轮回，要成就佛道。有一个法门能够单生成就一世圆满的，就是净土法门，就是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第十八愿是超世愿，超世就是超越十方三世诸佛，十方三世诸佛所没有的，阿弥陀佛有，在哪里？在第十八愿。四十八愿如果没有第十八愿的话，那么就不能成为超世愿。有了第十八愿，阿弥陀佛才能成佛。所成的佛，在经典当中，释迦牟尼就说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诸佛中的王，十方诸佛之中的王，是光中极尊，是十方诸佛佛光当中达到最高顶点的这个尊贵的这个光明。第十八愿也是佛大慈大悲拔苦与乐之所在啊。为什么说第十八愿是超世愿，超越十方三世诸佛的愿呢？这必须有根有据，它的根据都必须依据我所说的经典。那么《无量寿经》当中，阿弥陀佛的因地，也就是法藏的菩萨的时候呢，他就亲自说了，说超发无上殊胜之愿。阿弥陀佛他本身所发的愿是超越的，超越的所发的，他这无上殊胜之愿是超越十方诸佛的。所以在发了四十八愿之后，他又发了三个誓愿。一开始第一个誓愿就说我见超誓愿，我这四十八愿是超越十方三世诸佛的愿。同时有一部经叫做弥陀记经，它很简短，它没有长文，它都是以记语的形态
来显示啊，当中就有说我发愿于诸佛，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他所发的愿呢是超越十方诸佛啊。那么无量寿经有总共有五本，叫做同本异义，其中一本同本异义也就是大阿弥陀经，就说了说法藏菩萨所发的愿呢，是动视、彻听、飞行、十倍胜于诸佛啊。这个动视就天眼通，彻听就天耳通，飞行就神足通，也就涵盖六种通，也就是表示他的三明六通要胜过十方诸佛十倍以上，所以说十倍胜于诸佛。又说智慧说经行道十倍胜于诸佛，也就是说阿弥陀成佛的话，他的智慧还有讲经说法还有行道度众生都要胜过十方诸佛十倍以上。又说顶中光明决胜诸佛，阿弥陀佛头顶上的光明胜过十方诸佛，是十方诸佛所不能相比的，所以说决胜，决就绝对，绝对就是超越不能比。又说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啊，皆所不及。这是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佛的光明的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在十方诸佛当中是最尊的、最尊贵，是第一的啊，第一的。当然，第一还有第二可以相比较，可是呢，又说无比，无比那就是超越了。啊，十方诸佛的光明都跟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不能比较的，所以说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释迦牟尼佛又进一步对阿弥陀佛的光明用最崇高的最崇高的字眼来说明来称赞说，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极尊也。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光明在十方诸佛之中呢，是属于王啊，王。我们晓得一个国家最尊贵的就是国王啊，其他的呢跟国王都不能比，他再怎么样的尊贵，比如说宰相啊，右宰相啊，左宰相，或者是上将军、大将军，再怎么样地位崇高，都跟国王是不能相比的。那么在这里呢，释迦牟尼佛以这个国王啊的尊至尊来形容阿弥陀佛，又进一步说光明中之极尊也，在所有十方诸佛的光明当中，阿弥陀的光明是最尊贵，达到顶点啊，没有比他更殊胜的。这是《大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么另一部同本异义叫做平等觉经也说啊，说这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啦，说弥陀光明胜于诸佛光明百亿万倍啊。释迦牟尼佛解释阿弥陀的光明呢，是胜过十方诸佛的光明百倍百亿万倍以上。那么无量寿经本身呢，释迦牟尼佛就说了，说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啊。无量寿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的光明都不能跟他相比。又说
祈佛国土清净庄严，超与十方一切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论它的清净，论它的光明，论它的庄严，是远远超越十方一切诸佛的世界的。那么刚刚所引用的都是经文，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也是法上菩萨所发愿的，表示阿弥陀佛无论从光明来讲，从智慧来讲，从三明六通来讲，都远远超过十方诸佛。那怎么这样讲呢？不是佛佛道同吗？佛性法身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吗？如果有两个的话就奇怪了，佛性居然有二，不是不二法门吗？是的，从平等门来讲是不二的，都是一样的。华严经就说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就是一切众生的心啊，跟十方诸佛以及十方众生这三个是一致的、一样的、平等的，没有两样的。《金刚经》所讲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在讲这个佛性，人人都相同的，没有两样的这个佛性，这个在佛不争、在法不减的这个佛性，这个是从平等人来讲的。可是呢，从因地发愿学佛成佛，他因地所发的愿跟所修的行，就每一尊佛各有不一样，各有差别。这个呢，就是从差别门来讲。如果从差别门来讲的话呢，那么阿弥陀佛就超越十方诸佛了。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为十方众生发下四十八个这个大愿，这四十八个大愿呢，是经过法藏菩萨他详细的观察了210亿的佛土啊，也就是以210亿来涵盖整个法界十方诸佛的国土的意思啊，是详细的考察210亿的佛土，采取里面的最善的、最妙的、最精华的啊，把所有佛土最精华的浓缩啊，成为极乐世界，又加上法上菩萨他的理想跟智慧，所以他发的四十八大愿是经过这样的这个考察，同时又经过五劫的时间的思维，才思考出这四十八个大愿。那么四十八个大愿呢，是涵盖着极乐世界，涵盖他本身的成佛，以及涵盖他成佛之后这一句名号救度众生的功能利用。那么要完成这四十八个大愿呢，又是经过照宅永劫居止菩萨无量德行啊，经过那么多的时间，修那么多的这个法门，累积那么多的这个功德之后呢，愿跟这个行都圆满了，才完成了成就了极乐世界，成就了阿弥陀本身，成就了这一句名号啊。由于因地的愿跟行不一样，法上菩萨因地的愿跟行是超越十方诸佛，导致法上菩萨成佛了，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呢，无论就智慧、就光明、就度众生的威神功德，都远远超越十方诸佛。
这个就是从差别论来讲的话有所不同。也由于在因地所发的愿特别的广大，因此成佛之后呢，所救度的众生啊，也同样的特别的广大，也就是说十方众生都能够被阿弥陀佛所救度，因为在他的愿跟行当中就已经完全圆满具备救度十方众生的功德功能利用了。当然从前来讲，他的功德他的功能他的利用作用在哪里？在这一句名号。名号虽然一看只是六个字，一听只是一个声音，可是呢它是含藏着阿弥陀佛的本身在里面，含藏着极乐世界的所有功德功能在里面。所以这一句名号跟阿弥陀佛是本体，跟极乐世界也是本体，所以阿弥陀佛的一正二报以及阿弥陀佛的名体啊，都是一如的，都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极乐世界也好，阿弥陀佛本身也好，以及他这一句弥陀名号也好，都是一体的，都是在一起的，都是互相融通，没有隔阂，没有障碍的。当然说到这一点的话，必须以这个华严经啊，四种法界当中世事无碍的这个法界来说明啊。当然世事无碍有用这个十旬门来解说啊，因为刚好呢这个十旬门的世事无碍最能够解说这个阿弥陀本体跟极乐世界跟这一句名号的一体性。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凡夫的身体跟我们凡夫的灵智是各自离开的，在远远的地方念我们的灵智，我们也听不到啊。同时呢，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环境也是隔开的，不能融通的，互相障碍的。可是对佛来讲，他呢依报正报，依报的这个环境国土跟正报的身体是在一起的，一体无二的啊。所以说呢一正一如，还有名体呢也是一如，他的名啊佛名跟他本身佛体也是一体的，一起的，在一起的啊。因此只要我们专称弥陀佛名，就全部的在接收阿弥陀佛正报的功德、依报的功德、因地所发的愿跟所修行的功德，通通在领受了，通通接纳了。只要我们专称弥陀佛名，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要以他的名号来度众生，道理就在这里。你要求他本身他的所有功德依报正报这一些结晶精华都在名号里面，同时众生念佛也是最容易的，因为众生不管出家在家、圣人凡夫、善人恶人，根基高根基低，他们都可以念佛。那如果不是念佛的话，不一定每一个众生都做得来、修得起。所以念佛使十方众生平等，如果不是念佛，十方众生都不能平等。为什么呢？出家在家就没有平等了，还有根基高根基低也不能平等啊。还有圣人凡夫，一个超凡入圣，一个还在浊恶轮回，当然也不能平等。可是这一些千差万别的众生，千差万别的根基，如果通通念佛的话，那各位是不是平等了？
就平等了。所以千差万别的根基，因念佛而都能平等。一句名号使千差万别的众生都平等，同时一句名号述给十方众生，使十方众生都拥有成佛的功德。现在我们是在因地啊，在修行，可是有了成果的功德，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呢？结果的话就会成佛，因为因地已经具备佛的功德能量，那么下辈子呢就能够成佛。这一辈子是因，下一辈子是果。这是就第十八愿啊，解说第十八愿之前所说的所谓前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句一句来稍微解释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啊，第一句就是四个字：摄我得佛，摄我得佛，摄我得佛。摄我得佛是什么意思呢？阿弥陀要成我之前，也就法上菩萨他发的愿啊，每一个愿每一个愿是八个愿，一开头就有摄我得佛这四个字。这显示他是先有一个条件，有一个约定，跟谁约定呢？跟十方众生约定。什么约定，什么条件呢？也就是十方众生能够往生成佛，他才成佛。这个条件不完成，他就不成佛。所以跟众生这样的约定而立下了这种条件，这也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的地方。摄我得佛，这个摄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假设或如果的意思，也就是它有前提的，有目的性的，也就是说它的成佛不是为自己的成佛而成佛，它有个目的，就是为众生而成佛的。它的成佛是完完全全站在为了救度众生而成佛的，如果不是为了救度众生，他呢也未必要成为这样的一尊佛。所以这个摄就是有个前提条件，必须要达到他所设定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他就不成佛。所以说摄我成我，假设我成佛的话，如果我成佛的话，必须要使十方众生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能使十方众生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呢，他就不能成佛，就要继续再修，达到能够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他才成佛。当然第十番所讲的是要使十方众生念佛往生，所谓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假设如果假设不能啊使念佛的众生往生，那么他就不成佛。所以他摄我得佛啊，有这样的前提。那么再进一步讲，摄我得佛啊，他假设他成了佛了，他要成为怎么样的一尊佛呢？简要来讲，他如果成佛的话，他要成为一个光明摄取的佛啊。怎么讲呢？在《阿弥陀经》就对阿弥陀佛有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阿弥陀经》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那么岂不是说
法藏菩萨一旦成佛的话，他呢是要成为一尊无量光明的佛啊。那当然又进一步解释说，阿弥陀佛受力以助众生啊，是无量无边二乘其劫。那表示呢，阿弥陀佛也是一尊无量寿命的佛啊。那么他的无量寿命，也是要使念佛的众生跟他一样的无量寿命。那么背后呢，涵盖着也要使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之后呢，也跟他一样成为一尊呢无量光明的佛啊，就有这一种含义。那么阿弥陀这一种光明，在阿弥陀经就解释说，照十方果无所障碍，它遍照十方世界无量的光明是没有障碍的。是怎么样没有障碍呢？在观无量寿经就解说了，解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令我众生摄取不少。也就是说，阿弥陀佛遍照十方世界的光明，它没有障碍在哪里？在于它能够摄取念佛的众生，所以说念佛众生摄取不少。也就是说，能够保护念佛的众生，啊，保护他，让他在平生的时候有生之年啊，能够消业障、增福慧、保平安，啊，没有障碍，所以能够摄取啊。同时呢，在他要临终的时候，能够使他往生极乐世界，不让他有所障碍。譬如说，旷劫以来烦恼的业障的障碍、冤家债主的障碍，或者是其他世界的魔的这个障碍啊，魔王的障碍啊，能够这样的摄取它，不受种种的这个障碍啊，这个就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少。那再进一步讲，它这个光明啊，有两种作用，一种是调守，一种是摄取。也就是在他还没有信佛念佛的时候呢，就来调守他，调守他，使他能够信佛念佛。一旦他信佛念佛了，那么就摄取他，保护他，看着他，等待着他，将来接引着他，使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就光明来讲，就有这两种，调守光明跟摄取光明。这个都可以用这个太阳光来比喻。这个水果啊，水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那么这个阳光呢，就来调熟它，让它由青转黄，成熟啊。等到它成熟了，就摄取它，到有一天它就自然的掉下来啊，同时能够让我们能够食用啊，这个就是啊，以这个太阳的光明来譬喻阿弥陀的光明，就有两种，调守光明跟摄取光明。因为阿弥陀是以光明啊来调守众生、摄取众生、救度众生，毫无障碍。那么这个光明
又是阿弥陀佛智慧的外相，一般讲这个光就是内心所散发出来的，那内心就是智慧了，就波折，就空性。有了这个波折的空性本体显露出来的，就有清净的光明。同时这个智慧当中也涵盖着慈悲，它慈悲越广大，显示它光明的功能越高超。那么阿弥陀佛他的名号叫做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又是他的本体，他的本体又是光明，所以这一句名号呢也等同是光明，所以这一句名号叫光明的名号。这一句名号有声音，是有声音的光明。那么光明本身也是名号，它是没有声音的名号，所以阿弥陀的名号跟阿弥陀的光明是一起的，是一体的，所以这一句名号也叫做光明名号。那么阿弥陀以光明名号来摄化，来引导，来救度死亡众生。因此善导大师对于第十八愿啊，他呢又有另一种解释，他有一段法语啊，怎么解释呢？他说：“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但此信心求念，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以佛愿力，亦得往生。”意思就是说，阿弥陀佛世尊啊，世尊就佛了，就如来了。弥陀世尊啊，他本发深重誓愿，他在因地因本所发的深重的誓愿啊，誓愿是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所以这一段呢是针对第十八愿来讲的。阿弥陀佛所发的深重誓愿总共有四十八个愿，可是呢善导大师把它归结在第十八愿，所发的四十八个深重的誓愿通通在讲什么？在讲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以这一句光明的名号来救度死亡众生，但是信心求念，只要我们信心信受第十八愿，念佛必定获得弥陀的保护，念佛必定往生弥陀的净土。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此后呢，不管我们求什么，就专一的念这一句名号便可了。求现身的消灾免难，求未来的往生净土，都只要专一念这一句弥陀名号，不用离开这一句弥陀名号之外呢，再去诵其他的经典，持其他的咒语，或念其他的佛菩萨的菩萨的这个名号，都不必改变，都依然专一念这一句光明名号就可以了。那么善尽一行，如果是平生的根基啊，现在就遇到这一个法门，那么现在开始一辈子啊，就专一求念。那如果是临终，下至临终他才念十生或念一生
那也一样的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以佛愿力亦得往生，由于阿弥陀佛他的愿，第十八的愿的这个强大的力量，强大的这一个愿啊，增上愿，所以呢就很容易的能够往生，往生呢就不困难。那假设离开这一句弥陀名号的话呢，那往生恐怕不容易，有困难咯。所以在这里善导大师就说这一句名号就是光明名号，那么第十八愿就是以这光明名号来救助十方众生的。这是善导大师在他一部书叫做《往生礼赞》所讲的。《往生礼赞》呢，他又谈到，也就是把这个《阿弥陀经》所讲的比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跟这个观无量寿经所讲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把这两部经的两段释迦牟尼佛介绍讲解阿弥陀光明的这个经文呢融合在一起啊，然后做一个解释。善导他有什么解释呢？他解释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为观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故名阿弥陀。彼佛就指阿弥陀佛，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所障碍，这是阿弥陀经所讲的。为观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这是观无量寿经所讲的。也就是说，这遍照十方世界无所障碍的这个光明，它的功能、它的目的在哪里呢？在对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故名阿弥陀。因为有这样的功能利用，所以这一尊佛叫做阿弥陀佛。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以他没有障碍的光明来对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如果不是念佛的众生的话，那就没有受到阿弥陀佛无碍光明的摄取，就跟阿弥陀佛的无碍光明就没有关系，因为他并没有念佛。所以这个无碍光明是只有在关照、寻找、寻找、保护、摄取念佛的众生。那么善导大师又在另一部书叫做《观念法门》，也对于弥陀这个光明名号这个功能做一个简要的解释。怎么解释？他说，但有专念阿弥陀佛众生，彼佛心光常照世人，摄护不舍，总不能照射于杂业行者。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专一称念阿弥陀佛那样的众生的话呢，彼佛心光常照世人，阿弥陀佛的心光就永远不间断的照射这个念佛人，而摄护不舍，保护他，一直到临终，永远不嫌弃他，不嫌厌他，不抛弃他，不忘记他，一直到临终而接引他到极乐世界，总不论照射于杂业行者。假设如果没有专一念佛，而是修其他法门的，那就不在阿弥陀佛的光明照耀当中。这是善导大师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其实
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啦。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是跟他的名号在一起的，那当然了，阿弥陀佛就是光明，那他的名号又是他的本身，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名号就是他的光明。那如果没有念他的名号，怎么能够受到阿弥陀无碍光明的照耀保护呢？那么这个光明，释迦牟尼佛又极其崇高赞叹地说，是诸佛中的王，光明中的极尊，是最尊第一无比，是十万诸佛的光明所不能及的。那么这一些最尊第一无比十万诸佛所不能及的这个光明，就在名号里面。那么只要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就受到弥陀光明的照耀，同时我们的身上也在散发着阿弥陀佛的佛光。所以我们念佛人，我们念佛人身上就在放佛光，所以念佛人身上都在放光。各位莲友，大家有没有看到？没有。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那是很自然很当然的。有一句话说，烦恼障眼虽不见，大悲无碍常照我。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样的眼睛呢？是凡夫的眼睛，被我们的烦恼跟业障盖住，当然看不到另外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佛菩萨的境界，或者是民间鬼神的境界，我们就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只能看到我们的这个时空，我们的时空就是所谓的四维时空，三维的空间，一维的时间，在这个时空当中的这个景物我们能够看得到。离开这个四维的时空之外的境界，我们就看不到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讲到这里，接下来还是休息15分钟。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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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